支 iPhone 6S 金光闪闪，纯 24K 金外壳，连 SIM 卡槽都是真金，开关键用红宝石镶嵌，外形抢眼，价格也很高贵。如果你买50,000，你觉得抵唔抵咧？真金啊？系。黄金 iPhone 6S 48,900港币，超过台币200,000，重量186克，比纯金市价10,000多港币还贵，多数人买不下手。冇需要买咁贵嘅手机，同埋用金做嘅话系都系冇需要。买唔起，太贵啦。iPhone 6S 推出后话题不断，外传香港过半的 iPhone 6S 都是用三星处理器。根据香港流动日报报道，已经有不少买家前往退货，甚至要排1到2个小时。而大陆更出现同款山寨机。不论便宜山寨机或奢华黄金机，都能看出 iPhone 6S 有多抢手。但消费者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要是不好用，退货潮也可能一触即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